今天丁丁在曼谷湄南河畔的华美达酒店，先来做个 ATK， 泰国华商联合总会深圳市贸促委驻泰国经贸联络处泰国深圳总商会，福满中秋。泰国华商联合商会和泰国深圳总商会在中秋节牵手，是名副其实的老桥和新桥的联谊会。今天大家都穿得好漂亮啊，都是中式的民族服装。今天的晚会有15家中资企业和4家泰国本地的企业在现场和我们一起欢度中秋佳节。认识他吗？我们泰国之眼的谢老板 ，Hello， 你要帮忙我注册是吗？先来签个到。哇，大疆、比亚迪。我们两个国产品牌撑门面哈，我们先去看一看。那这个是大疆农业的一款植保文集，它的型号叫做 T20P。对，这个就是 T20P 的一个产品概念。12分钟这样的飞一次，这个最大的播撒量呢，是可以达到12升每分钟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听听12分钟的续航好像是很短，其实是用不完这12分钟的。20升的农药啊，只要花2分钟就可以撒完。现在在曼谷主要的繁华路段，基本都可以看到比亚迪的广告。活动期间，在泰深圳企业向泰国本地华商分享深圳高新技术及产品，而泰国本地华商则分享在泰经商经验。啊，我们中国的玻璃制造商，组装啊，布墙的分包啊。啊，针对一些比较高端的写字楼啊、酒店，我们提供这个外墙的玻璃。哎，小实验，好有意思啊！这个如就很热是吗？这里对，你可以试一下热，因为这是一个热力仪，如果是越热的话，它转速越快。放了一片我们现在第二代的一个产品在上面的话，这个热力仪它的转速就马上就会降下来，然后现在它的指数只有到了30多。大概90%多的热量已经被隔绝在外面了。我是觉得哈，玻璃选对了，绝对给你省电。我们来欢迎一下 Johnny 总，给我们介绍今年的 TCL 新品。目前的话，这款产品是市面上比较热销的一个产品，售价的话，零售价是在99000泰铢。功能的话，第一个的话，它是这个 Google TV， 那么 TCL 是 Google 的第一批的两大战略伙伴，那么其中一个就是索尼，另外一个就是 TCL。 第二个卖点的话，它是这个120赫兹的 MEMC， 那么在大家看动态的一些画面，比如说足球的时候，画面就会比较流畅。第三个的话，它是内置的一个安桥的一个音箱，就是 Anko 的一个音箱，这个的话它的影音效果就会比较好。这是来自我们上海的照明企业 OPPO。大家好，我们也有2年以上或者3年以上的质保，也是很容易安装，也是仿蓝光的，对眼睛是很好的。我们的品牌都是很多，这个是叫灯带 strip light， 我们的有不同的颜色。我们的 OPPO 提供一整套的照明解决方案，如果我们的家里使用的是一整套的 OPPO 的灯具，只要用一台手机就可以控制所有房间的照明，专网通讯。哇，咦，这里可以看到我耶，咦。政府机构啊，或者是说警察、救援人员，还有我们的消防员呢，如果是说出现了任何灾害，需要进行一个非常应急的一个通讯，就可以用我们这一套 iMesh 的这个应急通讯进行这个自主网络，它可以在没有任何公共网络的情况下，它依然是可以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通信保障啊，这可以视频，对，可以通过可以提供一个视频的一个对讲，好厉害啊！这一款产品呢，是针对我们商业市场的，针对一些比方说物流啊、高端的高尔夫会所啊，或者是商业客户，他们会需要用到对讲机。哇，这个区域太棒了，国际友人在深圳的获奖作品，外籍人士眼中的深圳。啊，这位是加拿大摄影师，哥伦比亚的朋友眼中的深圳小动物，法国朋友眼中的市民广场。啊，会在餐馆里面送餐，我们也可以做那种送小吃的模式，它就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循环去跑。它有很多表情。Hello， 你好。哦，充一次电可以为我们服务8小时。对。我们去看看它的小床，就是充电桌，很小，一点都不占体积。对，一点都不占地方。对。
它可以自动回去充电。这边全部是全开放式的，可以加快我们的出餐和放餐的速度。今晚的宴会厅在外面转了一圈，终于可以走进来了。我一言难尽，泰国华商联合商会在时任泰国总理他信的见证下创会，由在台华裔第二代、第三代企业家组成，成立20年来积极参与泰国经济建设与发展，相信与泰国深圳总商会一道，必定继往开来，再创辉煌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我是丁丁，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。我说是的。